Hello，Hello，优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倩。是，我觉得是蛮有挑战的一个尝试。因为怎么样，如何把优雅高贵的和青春就是潮流吧，青春有活力的这种元素在碰撞在一起，他们的火花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还特别的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然后并且出来的成品，出来的作品也是让人非常的惊艳的，我觉得。选择这款 Mary。 因为闺蜜嘛，我觉得闺蜜就是那种就是感觉粉红泡泡就是在两个人周围这样飞的感觉，然后应该是很甜的那种。然后这边有一个大蝴蝶结，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它把整个鞋就是让人看起来就感觉甜甜的，就是又可爱又有个性。它并不只是说，如果说只是小蝴蝶结的话，可能并没有它现在这样的这么让人感觉有个性的那种视觉的这种视觉感。所以我觉得这款给我的闺蜜她会特别的喜欢。就比如说我身上这款吧，我穿的是名字叫 Victoria 的鞋子，那它是脚背上有一串水滴形的水晶装饰的脚背，就像 Victoria 皇冠一样。那让人看起来就是比较神秘高贵的那种优雅。那我配了一件稍微可能有一点浪漫比较可爱活泼的这种蕾丝的上衣，然后配了一条皮裙，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像这两个品牌的合作一样，装机一样，就是把青春活力和优雅高贵融合在一起的感觉。我今天中午吃了那个吃了脑花面，好好吃啊，我第一次吃。脑花其实我并不常吃，但是好好吃啊，都来点吧。就是微笑那个脸上一点点红红的那个。我现在我在拍《山月不知心底事》这部剧，然后同时也在录，继续在录《热血街舞团》，然后明天就会公布我的 MV， 然后接下来还会有练习室版的 MV 会公布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对，今天出套时装嘛。不一定，对，算是吧，因为短袖我一年四季都在穿，偶尔吧，你试试。不一定，